内野的反弹球，小开扑下来没有拦到，穿得出去形成安打。哇，今天手气真好。嗯，有点挤压到哦，还是穿出去。虽然是挤压，哎呦，小心哦。蒋坤宇这边扑，不要受伤了，不要受伤，抽筋吗？看起来有点像是抽筋吗？抽筋了，有可能抽筋。现在要坐下来，还是侧面的筋稍微有点拉到了。筋，抽筋，抽筋。今天也比较闷热。今天的天气形态是闷热的形态，这个球接到有可能双杀。是，旁边是岳东华正在做准备。差一点。嗯。啊，要下去了吗？受伤了，手有挤了，换人了。那姜坤宇现在要下来休息，脚稍微有点抽筋的情况，现在还是一跛一跛的。所以张仁伟去游击吗？哎，希望明后两天我可以恢复起来，继续的来出赛哦。又进。好，那现在是由岳东华来守二垒，然后今天首度先发出赛的张仁伟来守到游击。兄弟是五月六号的事情。中间方向来看，中间拦截闯二垒，再往一垒送 double play， 完打，真的是完打，四位的投手联手投出了完打，是联盟第一场，不可思议，这个时候可以讲出来了。今天的郑浩俊投了六又三分之一局无安打，谢荣豪三分之二局无安打，吴俊伟一局无安打，吕彦青一局无安打，联盟史上首场的这个接力另类的无安打比赛，在5月19号星期五新庄球场诞生。这场比赛郑浩俊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二胜哦，江少庆是悲情八局的投球吞下了本赛季的第三败，弗莱西在五局上打出兰打是价值连城，打下这场比赛胜利打点，中场3-0，中信兄弟四位的投手联手投出了无安打比赛，休息一下，待会回到我们的赛后讲评。